哎，这啤酒怎么一罐都没了呀？你给我买点啥？哎，我说你消停会儿好不好？那，你让我把电视看完，一会儿我给你来酒去。那怎么回事？你不给我关了？来，把遥控器。你是兄弟吗？我都急成这样了，你还有心思看电视啊？不是，你在这烦恼什么嘛？你不是求婚已经成功了？我成功个屁呀！小强非要我父母先同意，才肯把戒指戴在手指上，他现在挂在脖子里呢。我只成功了一半，那我电视也只看了一半。这样好不好？你让我把电视看完，然后呢，我给你买酒去。我姓胡。哦，你以前做什么工作的呀？我退休前啊，是医院的护士长。哦，护士长，好工作，好工作。那你呢？我呀，就是个大。哎呀，我真服了你，这种黄昏恋的节目你都愿意看。你知道什么？我跟你说，这假的演的比真的还真，可好玩了。不用不用，我呀，随便走走，你呀，忙你的啊。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你说这里面的人物都是找演员演的？那可不，哎，专业的，演的比那真的还真。那就别好意思往下问。哎，那去年不是来找你了吗？确定。哎，小强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要赶紧减肥了。你看你现在胖的，反正你奶水要不多的了。剖腹产抗生素打多了好不好？奶水都回去了好不好？小命都差点没了好不好？哇，哎，包家明向你求婚啦！哎呀，哎，那你干嘛不把他戴在手上啦？大六岁。哎呀，六岁怎么啦？让你老牛吃一把嫩草，你还不愿意？还离过婚呢。哎呀，现在弟弟都喜欢守女，有儿子嘞，省得他再生了呀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小强，宁可错爱，不能错过。我当然爱他了，可是如果他要跟我结婚，我是一定要征得他父母的同意的。哦，那几乎是没可能的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早就跟家里闹翻了。所以我不能那么冲动吧，我得考虑他父母的感受吧。你说我比佳明大那么多，他现在对我可能是又新鲜又好奇又热情又真爱，可是什么都熬不过时间，时间太可怕了。我跟刘光耀也没有熬过七年之痒吧。等佳明过了这个新鲜劲儿，他想明白了，他那么年轻，长得又那么帅，有大把的女孩等着他去追求呢，到时候他就自然而然的把我给放弃了。那你不难过呀？我当然会难过的，但是我爱过他，他也爱过我，尤其是在我人生最糟糕的时候，是他陪我一起度过的，这就足够了。你说我于小强至于自私到让他娶我为妻吗？于小强，啊，我看出来了，你们两个人是真爱。哦，只有真正的爱情，才会设身处地的为对方去着想。我在这儿呢，你冲谁说话呢？我自己感受一下嘛。真好。这是我的名片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想知道这次二位是怎么找到我们俩的啊？是这样的啊，刚好我电视台呢有个朋友，是他极力向我推荐两位的。哦，我这次想请二位老师演我的父母。演您的父母？哎，来，小伙子，来，笑不笑？来，啊，哎，真像一家人，就像个五好家庭，这是我们强项啊！来，坐，哎呀，我和老范本来就是夫妻，对，偶尔也演演栏目剧啊，当然了。我们是要挑的，都演那个正面的、正能量的，这坏人我们一概不演。我们只演好人。对，什么劳模呀、仙进啊、模范夫妻啊，
就是好人好事的那种啊。有时候还在别人的婚礼上表演节目呢。啊，是啊，我说相声，他独唱。都说我们是黄金搭档。只可惜啊，就是没碰上伯乐，要不然啊，我们早成大腕了啊。就是我们的目标啊，就是上春晚，对，成为赵本山和宋丹丹第二。哎，第二。二。真心觉得他俩靠谱，靠。二位老师，我对你们只有一点要求，就是希望你们的表演能够生活自然，让我的女朋友可以相信你们就是我真实的父母，这样她就能同意这桩婚事了。哦，只有一次机会，不能 NG 啊！一次机会啊！你放心，真听真看真感受，这个我们懂。是，哎呀，我最会煽情了。哎，对了，要是真的演哭了，你们加钱吗？啊，加钱啊！啊，哦，我差点忘了。哦，这个是我们的价目表。都是明码标价，有一是一，童叟无欺。有言在先啊，如果不过，一分钱不收。是。喝咖啡。哎，好，来。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，我爸妈同意来上海见你了。来，你这算什么反应啊？我要先喝两杯，我才能相信你说的话。哎，你别闹，这酒很贵的。你怎么还喝呢？包佳明，我告诉你，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一件大事儿。如果今天晚上你跟我开玩笑的话，你会死得很惨的。我可以酒后吐真言了，请讲。那天晚上，你在回家的路上跟我说，必须先征得我父母的同意，你才能够接受我的求婚。我觉得你说的太对了，我媳妇儿太懂道理了。现在还不是你的媳妇儿，未婚媳。虽然我跟我爸妈已经有5年没有联系了，但是我今天顶着史无前例的巨大压力，我给他们打了电话。出乎我的意料，他们居然答应要来上海见你了。真的吗？啊，我爸他叫鲍有余，我妈叫于阿彩。这是啥反应啊？哦，这名字真好听，对吗？不对，我是想告诉你，好有缘分。你想啊，我爸他姓鲍，我妈他姓于，这又是什么反应啊？
我知道了，你姓鲍，我姓鱼。对，他们是鲍鱼，我们俩也是鲍鱼。今天晚上有蜡烛，有红酒，还有鲍鱼，人间美味，春宵一刻，真爱至上。今天晚上就住你这儿吧。不行，晚上骑车多冷啊。我给你搓搓手，来这只。好了，不冷了，快走吧。我还是冷。那正好，你可以清醒清醒。走了。什么也没看见。我下回再来啊。啊，阿婆，你们快进去吧。他本来就要回去了。我给毛毛啊打了一条毛裤，是全羊毛的，想让他试试的。呀，谢谢你啊，阿婆，这还有个新的。哎呦，小强啊，你看看你，脸色红彤彤的，真好看。哎，你这月子做得不错。俗话说呀，百病月子补，看来这还是蛮有道理的。都是佳明把我照顾得好。是啊。从你怀孕到现在呀，我都看在眼里呢。平时花里胡哨说的再多呀，没用的。只有在你怀孕的时候，能够对你问寒问暖、倒茶送水的，那才叫好呢。你别看佳明比你小啊，他对你倒真的是好。阿婆是过来人，我看得出什么叫对人好。哎，阿婆，我也是过来人，我现在感觉到特别的幸福。对呀。我告诉你，佳明跟我说，他的父母要来见我。真的？他要你去见他父母啦？哎呦，那这好事八九不离十了。真的吗？当然了，都说男孩啊，真的想跟女孩过，就会带他去见他的父母。要是女孩子急吼吼的吵着要去见男方的父母啊，那还不一定呢。佳明能够主动的让你去见他父母啊，那看起来他是真的愿意跟你过。哎，我也挺感动的。那就好好的去见他父母吧。啊，幸福来了得抓住。我知道了，阿婆，抓住，抓住。你说小婉一个人带毛毛这么长时间行吗？平时不都是这样的吗？啊，早上奶粉你调好了没？调好了。今天毛毛大便的颜色正常吗？那你的脸色有点不正常。怎么了？你怎么那么紧张啊？
你别吓唬我了，你要紧张我更紧张了。我穿这身衣服行吗？行，可我就怕你晚上睡觉的时候觉得这身衣服太贵了，你会吓醒的。别开玩笑了好吗？你说我们俩站在一起像不像一对儿啊？看颜色挺像对虾的。你正经一点好不好？啊，我告诉你，鲍佳明，你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，你能把你爸妈从老家请来，这份恩情我会记在心里的。我于小强一定会做好你们鲍家的儿媳妇，我坚信。让我抱一下。哦，别抱了，别抱，别抱了，别把我衣服给抱折了，穿完这次我还想退回去，太贵了。姐，要不算了，咱们还回去吧。怎么了？你那么抠门，我拿不出手。错，老人都喜欢勤俭持家，中华传统美德。你爸妈会不会嫌我老啊？我不嫌你老。那万一他们要是不喜欢我呢？我喜欢你。对不起啊，佳明。咋了？我没有在我最好的年华里遇见你。错，你遇见了我才是你最好的年华。小强，我对不起你。怎么了？我连一件像样的衣服买给你都买不起。因为你太像样了。万一一会儿你见到我父母觉得他们不像样呢？有妻子必有其父。嗯，有其父必有其子。我又不跟他们过，我跟你过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对他们以诚相待，以德服人，以情动人。你已经很动人了，咱们走吧。南，我还是有点紧张。没事，我在啊。啊。小强来了。叔叔，阿姨这么年轻啊？错。错什么错呀？人说你年轻呢。小强，现在都是自家人了，你应该叫我们爸爸妈妈呀！啊。小强，你说呢？快叫啊！妈，哎，小强，哎呀，小强，好媳妇儿，哎呀，好孩子，好孩子。小强，还有我呢。爸。哎呀，你终于叫爸了啊！他爸，行，先吃饭。那什么，凉菜都上桌了，先吃饭吧。先上桌吧。上桌。好。哎呦，上！你看我爸多高兴啊！来。先碰一个。哦，对，来，小强，来。哎呀，小强，你爸你妈呀，手头上生意忙，一单接一单的。今天吃完饭呢，我们就回安徽了啊。干嘛那么着急呢？你们也好久都没见面了，多待几天嘛，我也好陪我妈去看一看、逛一逛。啊，不用，
你孩子小，多陪陪孩子吧啊，不用管我们的。哎，就是啊。你们不嫌弃我带个小孩？高兴还来不及呢啊！孩子是什么？是未来，是祖国的花朵呀啊！我们的祖国是花园，花园里花朵真鲜艳。河南的阳光照耀着我们，呀哈哈呀哈哈！河南的阳光照耀着我们，呀哈哈呀哈哈！看你高兴的，小强啊，佳明啊，和你在一起啊，我特别放心，真的特别放心。小强，你不知道啊，佳明小时候啊不装啊，哦，这是安徽话，他小时候啊淘气着呢啊，成天啊不是上树掏鸟窝，就是下河捞鱼啊啊，好不容易长大了吧，为了谈恋爱啊离家出走啊啊，好几年都不跟我们联系啊，哎呀，急得他爸爸我啊心脏病都要犯了啊，是不是啊啊？爸，你现在看着身体还是挺好的啊。哎呀，这是见着你高兴，这是高兴就没事了。小强啊，我们佳明啊现在由你管着了，哎呦，我们真的就放心了。是啊，放心了。这个人就得必须有人管着是吧？哦，对了对了，小强啊，我跟你妈说了半天啊，主要的意思呢就是你们赶紧啊领证吧啊，对不对啊啊？赶紧把证领了啊，领证领证。小强，你看我爸妈都放话了。好的。哎呀，太好了太好了。哎呀，小强啊，要我说呀，你看你觉得什么时间合适啊，我们回老家，然后呢轰轰烈烈的办他一场婚礼。哎，对对对对，轰轰烈烈的办一场啊，摆个50桌100桌啊。对对对，到时候啊把乡里乡亲的都请得来。哎，都请来啊，一定要热热闹闹的。热热闹闹的啊。你觉得好不好啊？啊，怎么样啊？爸妈，谢谢你们，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们能这么痛快的就答应我们俩的事情。我知道这些都是佳明为我做的，本来我们俩在一起就像是火星上发生的事情，让人不可思议，今天又能得到父母的恩准，一切都像是在做梦一样，很不现实。我无以回报，爸妈，我向你们保证，以后我们俩一定会快乐幸福的生活在一起，来报答你们。我接你们一下。哎，好。哎，好好好好好好。哎，怎么样？我今天的表演又上了一个台阶吧？啊，那个安徽话学的啊，不招啊，不招啊。有种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效果。你也是啊，有一种母仪天下的感觉啊，能镇得住啊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给鲍佳明打了个对折。应该的，应该的，成人之美，这是我们表演的最高境界啊。哎呀，春晚怎么还不来找我们呢？真是的。哎呀妈呀，还是便宜的衣服穿着比较舒服。咱们什么时候去领证啊？你妈长得好年轻啊，我们俩站在一起像姐妹俩一样。啊，你爸，他太好玩了，我觉得他像个演员。啊，我觉得你爸妈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咱俩啥时候去领证啊？我想的你爸爸应该是一个比较儒雅的人，平时写个字儿啊，看个书啊，应该挺有文化的。你长得应该像你爸，你妈应该是一个比较厉害的人，但有可能是刀子嘴豆腐心。于小强，哎，媳妇儿，哎，咱俩啥时候领证啊？哇嘎嘎哇嘎嘎呀，美国人脸上都笑开颜。我马上要做你的媳妇儿了，我也要跟我爸汇报一下。好，对，
爸，我也没有想到佳明的父母能这么好，说明什么呀？说明你女儿有魅力，老少通吃。爸爸说什么来着？人生啊，不管什么时候都得相信，梦想可以成真。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梦想，我第一次婚姻失败了，现在就是想把日子过好。我一定要做好佳明的媳妇儿，你相信吗？好，爸相信。那好吧，爸，拜拜。喂喂喂，哎，喂喂，爸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。前两天啊，接到领导找我谈话，说要请我去街道保卫科啊当顾问。这件事情重要吗？当然重要了，维护社会安定和谐嘛。这说明啊，爸还没老，对社会还有用。这叫老有所为，老有所乐。保卫科的干部，我也干过保安，那我们俩都姓保，我还是你的女儿，现在可以拜拜了吗？拜拜。我本来以为只要我跟小强拿着身份证去就行了，还害我上网查了一下，非要拿户口本才行。哎，我说你结个婚怎么这么麻烦呢？谢谢你帮我啊。你可别说这样的话啊，这都是我欠你，我该还。我告诉你，那对演我父母的老艺术家那才叫德艺双馨呢，多通情达理。要是我爸妈能像他们那样就好了。是啊，要是这样的话我们也不用跑这趟。哎，你说万一于小强知道我来了这么一出，他不会反悔吧？我说你想太远了吧，咱们眼前这关还没过呢。这座桥的名字因楼而得名。扎记在明清时期有108座桥，那每座桥的风格都不一样，各有特色。黄楼桥上不是我说你啊，你们老家真不错，这山清水秀的，还有这房子，这街道多有年代感。行了，我不是带你来旅游的。我说你能不能这么鬼鬼祟祟吗？啊，你包裹这么严实，这么多年了，你那七大姑八大姨未必能认出你。你不是哦，康萨米达阿尼亚塞哟，熊桑，嗨，凯罗马斯，嗨，塞纳拉，走走，好的。翡翠吊坠手工雕刻，戴在身上大吉大利。哎，老板，能帮我刻两个字吗？没问题。这个上面刻一个鲍，鲍鱼的鲍，这上面刻一个鱼，丁钩鱼。没问题，立等可取。我说你快点行吗？还有任务呢。这也是任务，真土。你管着吗？多。我拍照去。来去去去。哎，前面那宅子就是我家，你先去看看有没有人。好嘞。这么多年还在老地方。哎，你去那边给我守着，有情况打电话啊。行，你快点啊。不是，你谁啊？这个桃花潭水深千尺，说的是不是就是这个地方？这个地方没有了，这个地方我看过。哦，要不这样，我们到前面去看看好吗？好好好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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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啊，我回来喽。